接下来是我们节目有奖竞猜的环节。来，郑凯，这个我们猜不对很正常啊。你觉得他有可能怎么选？请问奖品是？奖品是，就摆在我们正浓高钙牛奶，管够。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坚持自己的心动女生。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啊，他这么一猜啊，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坚持选中间两个女生，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哈尔滨。另外两个女生，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。你的决定是？走过去。哎，走过去。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，港荣蒸蛋糕，我对你们真的，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瘾。